有见到了。这是个对间接任意球啊，两场比赛他没有上。那这场比赛在休养过后来看一下他的状态，直接轻飘飘在前方。这个夜场现场看成球，现场看球的球迷也太幸福了。是的，这个球比较突然啊，1-0，七分钟，这就是主场的魔力啊！神奇的人民体育场，对。来了，球迷的欢呼仪式。是的，现场的点这个头球，低平球传出，瓦尔多马尔，拉米雷斯，哎呦，球进了，把门球进了。这战术任意球战术啊，设计的很巧妙。这就是欢拉米雷斯。对，啊、这个球，一窝再把球摆一摆啊。瓦尔杜是在干扰门将的视线。对，来看这个球，还是伊沃。前面的边路扯开，再往禁区里传，头球！哇！啊，对方的门将陈章把球扑了一下。韦斯利把球交给张修伟。右边这边是郭毅，又是郭毅，还是内切，小心他的射门。球进了，进了吗？球进了，球进了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对方的这个速度，对进攻的速度，他的一个是速度，一个是就是他这个他的球员都太有特点了。嗯，郭毅的内切打门啊，就是上半场有两次这样的进攻。哦，左路起球了，对，今天起球机会还有吗？后边射门，有了，进了，哇，有了，李世民赛季第二球。小将李世斌，这样依然是主场保持不败，保持不败啊！2-2战平了青岛西海岸。对。